就肉食家庭当中啊，发现呢，人们在吃这个鸡肉啊，尤其是骨头粘连的部位的肉啊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那这个肉呢，它这个很难往下修割。我叫那个张百春，今年呢38岁，从15岁啊就开始那个接触这个肉食，就是肉食家庭。是在想这个肉啊怎么能够把它更快的给它分离那个切割下来，后来我就考虑说的有没有这样式的设备呢，但是买呢也买不到，没有这种设备。我说这东西能不能研究一个做一个能剔肉的设备呢，以这个考虑出发点开始下手研究这个设备。我叫王中秋，我就是作为一个研发人员进入这个团队里一起，就是研发咱这个设备骨头分离机。从研发我们第一代这个分离机的时候，也开始得通过这个绞肉机，然后绞肉之后绞成颗粒状，然后再放到这个分离机。分离机分离出来这个肉吧，还有这个微弱的小骨干，然后再通过这个精滤机，然后精滤出来。整个这么一个流程大概得接近10个人工作，整个的一个像一个生产线似的。因为是3台机器嘛匹配，最大的一个不足一个就是人员，匹配人员多，然后再加上就是分离机上有耗材，就是我们这个是皮带式的柔性分离，其实它的原理是好的，但是它存在一个耗材。虽然我们那时候用的就是食品级的橡胶带，但是它还是容易脱落进入咱这个产品里，然后人食用了肯定是涉及到影响到健康。然后再一个就是分到这个精滤机里头，精滤的同时呢它也不可能除的那个那么好，这就是整个一个市场上反馈回来给我们的信息。这个时期是相当困难的，真是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怎么能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。小王啊他特别的聪明啊，而且人家专业特别的好啊，而且也特别的细心，把这个最后啊一直坚持到最后，把我们这个图纸啊一直都完事，包括测试啊经过了这个几代一直到现在。第一代转型第二代的时候，就是把它争取通过2台机器完成。分离的那个筛网，改变它的形式，原来的那个都是圆孔式的，圆孔式的，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它有容易出现骨渣，做不到它最小，小微弱的骨渣还是能出来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就给它改成那个缝式的，就是线缝式的，就非常非常的细。然后这个出来的那个肉呢，结构破坏的还小，因为它。整体上现在先进的那个设备就是出现的都是片状的，就是纤维特别长出来这个产品。哎呀，这肉都什么色了？这都糊了吗？还能用了吗？看着也没法，也没有食欲，根本就看起来不行。我感觉我的设备吧还是存在一些问题，回去还要改进，还要加强。从二代转为现在这个第三代的时候，当天晚上我记着我们研究到10点多，当时就考虑呢减少这种繁琐的环节，争取一步给它完成。我们这个主要是针对想低温分离，这个低温要是做到了之后，就是出来这个分出来这个咱的产品质量好。现在整个研发出来这个第三代的这个，就是通过这个食品厂还有这些用户啊反馈回来的信息，效果都特别好。大家好啊，今天要推荐这个发明人呢是一个小伙子，也是我们湖南的，叫做温晨宇，80后。他最大的发明创意和灵感来自于哪里啊？他发现他身边有太多的这种牙痛的病人。现代人上火比较厉害嘛，不是牙龈出血就是牙酸痛，毛病比较多，所以呢他专心组织了一个团队，就只做一个事，就是呢牙齿生物修复技术。
哎，要说一大堆大高科技啊，很难说清楚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把牙齿修复封闭起来，形成一种保护膜，没有氟，但是呢，也能同样达到防锯防菌的效果。特别是对一些牙齿已经呢，有松动啊，或者说，不好的一些人群，这个小温发明的这个独特的牙膏算是有奇效。当时这个牙膏啊一出来之后啊，马上就得到了这个轰动了啊，就是业界专家的高度评价，算是别具一格。因为呢，这种独特的发明，再加上这种成本也相对比较高，这款牙膏呢也被称为牙膏中的劳斯莱斯，是全中国最贵的牙膏。我用过这款牙膏啊，除了贵，其他的都挺好，边刷边发热啊，还多少有点神奇。但是袁胖建议啊，有牙齿疾病的，你可以用一用试试看。牙齿松动的老人可以用用试试看，小孩子可以用用试试看，可以上发明米网站去看一看。今日头条的呢，你直接点击了解更多就可以了。OK。